太难得了，是有这个机会啊，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对，说实在的吧，我们两个人呢快半年没在一块儿合作了，还真差不离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得问问您啊，你说这个将近半年的时间您在家里头都干点什么呀？嘿，瞧瞧电视，嚯，看看这个电视剧，嚯嚯，听听广播，嚯嚯嚯，练练字，嚯嚯嚯嚯，喝喝茶，嚯嚯嚯嚯嚯，我什么都不干了。怎么的？都让你给我嚯嚯了。不是，我就佩服您呐。啊啊，您看虽然说现在不怎么演出了，嗯，您给自己弄得还挺充实。对，每天就是看看电视啊，练练字啊，喝喝茶。哎，但是您这个最好的那个爱好您怎么给忘了？您说下棋呀？对呀，这咱是不给社会添乱，咱少出门啊。您在家里可以下呀。嗯，你要家里头有来串门的朋友，啊，或者说跟你父亲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是跟你父亲啊？啊，慢慢说，也可以下呀。哦哦，对不对啊？对，那当然了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是他这个人最喜欢下象棋，可以说是酷爱了。哎，嗯、象棋这个不用藏着掖着，对，知道吗？你要说是喜欢，有时候上棋牌室打麻将去，跟家里还得编瞎话。嗯，你要下象棋无所谓。哎，这个一般的呢也不挂钱，对，不挂赌，嗯，就是切磋棋艺。他这象棋下得最好，预防这老年痴呆。哎，您预防的早点了。嗯嗯，就是爱好。是象棋呢，大致分两种，两种，一种是国际象棋，一种是中国象棋。哦，分这么两种。他喜欢下这个中象，就中国象棋。哎，这传统的是吧？对对，他喜欢这个。嗯，我考考你吧。嗯，考你看你喜欢下，你得这怎么考法？基本的常识啊，问什么答什么。哎，象棋几个人下？你看这都得想想，你看你不这有你会下象棋有这么问的吗？这问题吗？这怎么这不是问题吗？我都没想到这么问我，象棋几人下？可不是俩人下吗？俩人下你答呀你？这下棋都是俩人下，都俩人下，那跳棋六人下，啊对，象棋俩人下，几个人下？俩人下呀、啊，你不就答呀？真是的，一共多少棋子儿？哎呦，这错不了了，多少？一边十六个，一共32个子儿，几个车？四个车。几个马？四个马。几个卒？十个卒。错了吧？多少？五个卒五个兵啊。你会下象棋吗？你哦，五卒五个兵，这多新鲜！你买了一副棋，打开之后一看，十个卒，你是不是找他退去啊？对对对，那全是黑的，怎么下呢？下乱了，哎，不知道往怎么拱了。五个卒五个兵，嗯，他这象棋下的确实不错，还可以吧？没事儿，没有疫情的时候，嗯，马路边啊，认识不认识的人那儿摆棋，他过去下两盘。是，但是我问你个问题吧，又问一问题。既然您这么喜欢下棋啊，路边你也下过，嗯，大树底下、路灯底下，好乘凉吗？没少跟人玩。是。比如说吧，啊，您那儿下棋，旁边要有那个看下棋的，嗯，有这种情况没有？有。问题这就来了，什么问题？您说是这个下棋的累呀，啊，还是旁边那个搬着凳子那儿看棋的累呀？肯定是下棋的累啊！您给解释解释啊！解释解释，下棋啊，下棋你得动脑子哦。你不是想多得搬个凳子挪挪窝，这不行哦。你看棋乐意看看会儿，不乐意看回家了。您那一观点是下棋的累，下棋的累啊？不对，不对吧？错了，怎么就错了？哎、你都知道不对，还是这个看棋的累。看棋他累在哪儿了？累在哪儿了？嗯、上回我看见二位下棋啊，啊，旁边有一位看的，嘿，扛着100斤面那儿看下棋的。哎呦，那他是累，您说他累不累？他干什么都累。超市里搞活动，嗯，100斤面6块钱。哎呦。一天就两袋，下回通通是我吧。这位赶上了，嗯，扛着这100斤面，一定是白面。往家走的路上，不棒子面哦，往家走的路上啊，他发现了，那也值啊。发现这俩人这是下象棋呢，嗯，他喜欢这个，是不走了啊？你看得了，看会儿吧。哎，扛着这100斤面，哎呀，还着急呢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你别这么走啊，你别这么走，你。要死了你知道吧，要死了，听我的嘿、你呀、啊、你拱足，嚯，拱足练过，他拿这个膝盖呀、啊、拱那位后腰，嗯，那位那小板凳那坐着，他膝盖整人后腰那位，对呀、啊、你拱足，嗯，拱两下底下那不干了，那是，哎呦呵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干嘛呢？
让谁拱足呢？这都岔气儿了，这岔气儿知道吧？你拱足，怎么还拱啊？就是，别拱了，拱哪足？你太笨了，等我教给你啊！啊，我先把这100斤棒子面割下，棒子面，把面割下了，还拱哪个足？您不就趁一个足了吗？就一个足了。您把这足拱起来，这道腾出来，这驹能过来，一会儿一沉底，它就完了。你没事老支那是干嘛你、啊？你说你还不服？你愣告诉岔气儿，真岔气儿了吗？啊，这人你告诉。我面呢干了，你看6块钱没了，面让人给藏起来了，还是抢来的，您说是不是？看起来比较累，是啊，所以说再遇上这种情况啊，下回告诉您父亲把面先搁家里再去看齐去。那不是我父亲啊，别乱扣帽子，有点那母乎，我父亲不干这事情、不干这事。哎，我再问问您吧。又问我啊，你比如说吧，这俩人下棋最危险能到什么程度？俩人下棋最危险能到什么程度？你看下棋一般很文明哦，你坐这儿我坐这儿，最危险到什么程度？最危险呐？对，那就饿着渴着，时间长。对，不对啊！您这个死了人吗？死了，下棋能死了人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这不算危险。嗯，我上回看俩人下棋差点出人命。哎呦，至于不至于啊？至于啊！啊，这俩人呢，本来是好朋友，多好关系。下了好几盘棋了，好几盘了都。啊，这个大概是第七盘，下到什么节骨眼呢？这个拿这马呀，要踩对方那车。对方这怕输棋呢，这车不想给他，哟，想毁棋。往回抢，这抢俩人打起来了。是啊，啊，这拿这马踩车，还没等踩上呢，这把就。哪儿就踩车啊？是啊，你踩车我输了怎么办呀？废话，你搁着我腿底下了，你输了咱再来一盘呢？不行啊，不给。你要非踩车，你踩那车，踩那行，那还一车呢。嗯，废话，那是还一车，那是我的车，那是啊，自己吃自己。那你赢了，你露脸吗？嗯，对不对啊？搁那让我踩了，咱没事。嘿，那不行，我就不给，耍赖，你不给，你不给啊？不给我抢，愣抢。伸手要抢，嗯，这还拿着马呢，啊，把这马呀就搁兜里头了，还有个兜，往口袋里一放呢，伸手抢这车、你给不给？你给车，给不给？嘿，好，他看这马搁兜里，他这车也想搁兜里头，搁呀，巧了，怎么？那天穿那衣服啊，没兜，嘿，你看，没口袋，你怎么买这么一件？哎呦，搁半天搁不进去，那就别搁了，搁哪儿也不合适，是，怕他抢啊，啊，有主意，嗯，大棋子啊，搁嘴里头了，哦。不是您玩那棋子儿这么点个儿啊，比那药片大了多少？我那携带方便。他那大子儿这么大个儿，哎呦，字儿也大，跟月饼似的，这么大个儿，搁嘴里了，全搁还搁不进去。搁你形象不好啊，怎么办呢？咬着一半啊，外边露着一半，横着，还气他，是、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。哎呀，呵，你还气人，你不给我，我可抢，又抢 啊！我抢，给不给？给不给？抢着了，没抢着，没抢着啊！没抢着，我隔着你，隔着是换道路了啊！他隔着他，痒痒肉，给不给？你看，给不给？这位痒痒肉还比较发达，嘿，我就不给你。这一乐坏了，怎么意思啊？大棋子儿咽下去了。哎呦，你全咽不下去，大呀，就卡在嗓子眼这儿了，坏了，上不来下不去，这可干了啊，眼都对上了。哎呀，我就不给你，还不给呢，还不给呢，还想给也给不了了。是，那朋友也吓坏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有这绝活啊？这叫绝活啊！我不要了，行吗？就爷爷，您说话呀！直秧子，我不要了，行吗？是吧？看这个，还这样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您说，就是上医院吧？赶紧送医院。对，到医院呢，人大夫得问问是怎么回事。他这个那什么，大夫，车，什么叫车呀？俩人下棋，棋盘上那车呀、啊，他也念车哦，是个车字啊。这一害怕一紧张呢，没说车，说一车车。大夫车车，大夫瞎猜，怎么车他让车压死了？行行，压死他能这样吗？真是瞎猜。我跟您说啊，其实我们俩呀、下象棋来了啊，下了棋盘呢，前六盘他全输了，我全赢了。你说他多废物是不是？第七盘呢是我先走的，我是卒三进一呢，他炮二平六，我这一出车您猜怎么着？哎，他呀，从哪儿说呀？大夫也不乐意了。是、啊，行，别说了，怎么还说呢你？不是我批评你，哎，你这个车绝对出错了。那什么，护士长把棋盘拿出来。这大夫也急、拿我那个。行了，咱先救人吧。哦，还在这儿呢，多新鲜啊！赶紧照片子去呀、啊！照片子瞧吧。是您没给开单子？嗯，大夫给开好了单子啊，去照片子。嗯，把片子照回来，大夫那么一看呀、怎么样啊？生气了。嗯。
你说你这个朋友啊，你不跟大夫说实话呀？哪儿骗人了？你这不骗子在这儿了吗？你说这阴影很明显啊。哦哦，这不是拘啊，有点像泡啊，他这个。哎呦，大夫，这不主要，不是，确实是拘啊。你甭管是、哎、想办法，你给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大夫呢，为了吓唬吓唬他，吓唬，为了让他长点记性，嗯，下回别这么干了。是，大夫一看这片子说，这个情况很危险呐、啊，很危险。我跟你说实在，这棋子太大啊，现在已经拿不出来了。拿不出来，朋友一听吓坏了。是啊，啊，大夫、哦，拿不出来了。嗯，别介呀、啊，哎，您看我这有马，能给踩出来吗？还得来呢。